觉得好吃吗？还真蛮香的。而且那饿的时候，羊板也是一样，羊板嚯，他泡用边喝茶边吃一样，嚯，哎，这要喝茶吃比较有味道。当天晚上，我还记得在一家叫太阳城作秀，他第一句啊，鱼我要鱼我，当场就来潮。这个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、啊，很深刻，对不 对, 对？其实张宇啊，你当歌手没有经历那一段，哎，真的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我们以前哦，我觉得比较有演艺界的那个感觉，对对对，啊，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演艺界、啊。对，那个时候好像一个大家庭，像个大家庭，在后台大家就会几乎都在一起。你想想看。警察到后台去抓赌一下，可以抓到两桌。以前365天过年过节通通在一起。对啊，然后那么碰到过年，平常演3场，是玩玩过年演5场。对啊，然后中午12点出来就12点了、啊。就一直大家玩，还有麻将，有洗巴拉。对，但是我跟昌宏在台上有时候也是睡着了、欸。我们俩演王朝嘛，还有于大哥演关公，哎、包公嘛，我们俩就在做王朝嘛，我们俩。然后真的睡着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一天五场不是很累吗？哈，对不对？他们晚上还要打麻将，还要比枪，还要在那边玩玩，你知道，还不肯睡。不肯睡之后的话，然后第二天中午再去上台，一连5天这样下来，实在受不了，快要挂了。大家就讲好的时候，在后台就讲好，今天晚上谁揪打麻将，谁揪赌的话，谁就是古阿将，好，谁就是什么狗哈，这样子好。大家等着到晚上之后，都洗完澡之后。我们那个房间电话就响起来了，每一个都说汪汪汪汪汪。后来进房门来之后，学那龟爬进来。我那时候的康大哥是很厉害，他就是说在后台啊，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他可以报完幕之后，他到后面二道幕那有椅子坐外面，是的，可是他是可以睡到音乐停啊，掌声鼓励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非常谢谢秦翁，谢谢。今天我手上有2封信，啊、我想这封信我希望是你粉丝的吗？是你曾经写过的信，但我想你知不知道你写的这封信是给谁的？应该不会吧？这以前写给别人的信，大概应该销毁掉，怎么可能留到现在？哎，有人就留到现在啊，我。可能吗？这个很恐怖哎！哎，这种事情是不是他的字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太多他的字，对他的字，确定？对对，确定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字真的还蛮漂亮。是我的字吗？我看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要把名字遮起来，因为呢，我想你记不记得，未免自己日思夜梦，美丽的女人。永远是天底下男人的梦想天使，更是永远的收藏品。哇、wow. 啊！这是你写给谁的？这个200多个都写这一句，没有，不一定啊。这个不一定吗？奇怪，这个词句是蛮熟的，但是年代很久了吧？大概。这就是造成我最近这段时间无法入眠，时不知为精神痴呆的原因。我这里有2封信啊，不同的2封信啊。我现在终于领悟到笨拙的由来为何了。就更小了，就更小。你看看，熊熊的一把爱情火，海风吹来不觉动。不觉动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小姐。你知道，这就是造成我最近这段时间无法入眠，食不知味精。哎呦，食不知味，精神痴呆的源头。我的天哪！不是，我知道哈，我知道小月姐，你的标题我要注意一下。啊，这是你写的。拿这封信给我的人，就是你写给他的。所以他是谁？这个不是猜哦。今天你写信给人家，人家认真的留到现在。这最起码也是一二十年了。对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
办呢、啊？真的怎么差了那么多的？我这里有两封信哦，不同两封信呢、啊，不同的人呢、啊。哇，这个女人真可怕，这对她来讲太困难了啦。不是女人都可怕，这是不同的人。有没有找到重复的字句？不一样啊！我觉得你们制作单位可怕，都不把这个找出来。今天有两位哦，你讲错名字都是不道德的。哦，对哈、哦。刚刚第一封信是谁？第一封信我记得好像是，写一个，大概是我在辈分上比我高一点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应该，因为我记得这个词句好像不是普通的，就是这个比较谨慎一点的。陈英杰，陈英杰我倒是不用。你的长辈是谁？不就属于吴敬贤呢？再猜就美败了。白光，哦，回光返照还白光。哪一位？这个我真的是名字我记不起来了。这个叫谁啊？这个叫，好，我其实给你一个提示，提示。好，提示。他没有那么难记。他的名字当中有个音，文音啊，也不是那样吧。我讲这个音哦，是他的本名哦，地名没有音字哦。他儿子的妈是有一个音、啊。你儿子的妈其实就有一个音。对啊，我们喝完喜酒，你一个礼拜就离婚了那个。对呀、啊，3个月。3个月。对。哎呀，不会吧？该是请他吃饭好了吧？我跟他道个歉，没关系。我跟他道个歉，没关系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位陈英柳小姐。快乐星期天双向解讯活动要送您来自意大利的浪漫手机便携解讯 S 发送到8086回答本节目相关问题，我们要送您意大利纯银项链，详细请参阅映画网站 www.tbkng.com.tw。 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一位陈英柳小姐。